院负责人陈玉峰教授来谈谈看这条路跟生态之间的一些关系，谢谢。大家好，我只是补充一点而已啊。刚才你们说这个十二公尺几公尺，我看了一下没有错啊，是六公尺啊。一半。到这里是六公尺啊，这个不是一条路吗？那边另外一条路是也是六公尺啊，所以加起来十二公尺，这很正常啊。那个我只讲一个生态学上的基本理念。为什么我们会反对无限制的一大堆道路纵横的这种切割？这个在生态学上啊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你根据面积跟物种 species diversity 的关系呢，通常是呈现一个典型的这个平滑的曲线，二次三次关系都有可能。那直到环境在改变的时候呢，它新的 diversity 才会出现，所以一般呢都是这样子的 fluctuation 一直上来的。那么在当你把整体切割成为一半的时候，面积掉一半的时候，你的物种就不是所谓只是掉一半，因为呢你这一条曲线是二次曲线以上，当你把它除以二的时候呢，你的物种可能会掉到只有三分之一啊，这个是只有在开始有一个 minima 最小面积。那现在全地球的生态的最大的问题呢，在生态学上对物种的 diversity 来讲，它就是一个所谓严重的 fragmentation， 就是切割化，切割化。所以这一切割以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这个小岛，这个道路就变成整个生物的 isolated mechanism， 就是说这个隔离机制。所以呢，他们就经常补救的方法就是要做廊道，像玉山国家公园不是要做给猴子吗？猴子够吗？猴子没见起啊，所以只有大家放金球点咩啊？但是下面的呢，经常被那个车子呢碾死，那这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这里呢，有没有必要去进行这样子的宽阔马路？台湾的道路系统比微血管还多，全球密度最高。那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奠基于什么呢？无限成长的概念。在这里跟各位强调一点，这一点你以后当政后什么都会碰到的最最根本的问题。一个执政者如何制定演进国家政策的最基本原则？第一个，所有生命，地球上有生命现象的生长曲线都是 sigma 曲线，一开始慢，然后越来越快，然后变成一个 S 型这样上来，没有无限成长的。所有生命现象、经济发展、任何的发展，通通是这个 sigma 曲线。那么政策定在哪里？政策要定在这个 sigma 曲线到达最高峰，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上下震荡。国家总定位就是定你的哪一项人口的发展的 maxima 要到多少，你的哪一种经济成果要到达哪一个水平。接着所谓的政策是维持这个水平上下震荡的弧度，这个叫政策。有了国家终极目标，各项的最高发展的种种的，也就是最理想的状况某一个极限，然后在这个极限上下多少震荡，接受环境多少挑战，我们可以接受。一个执政的效应是维持在这里，那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有国家眼见 maxima， 然后呢应对所有全球环境变迁对我们的冲击的上下震荡的策略，这个才叫政策。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历来发展并不是这样。台湾原来要发展20个核电厂，要发展全台湾的这所有的这个道路，横贯公路有6条，什么有多少，它一切是要极限化。我当年问上那个开路的中横还要再拓宽，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春节的时候有多少人啊，我们平常都不归家尿，你难道你以为台湾黑熊都是开车上班的？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核电的发展，台电的发展是怎么样，电力的发展，
所有那工业的发展等等，基本上是在于国家欠缺永续永续的终极目标。那任何的环境政策通通是属于后手的。什么叫后手的？台湾开始发展 工业的时候，沿着一高 还没有一高的时候，所有工厂你去看看，连排水沟都没有，不要说废水处理，那都是污染到人要死了你才起来。然后现在的这一种小小的这种小 case 其实是总体施政下来的。我今天只补充大的东西，我不想谈细的。那刚才提到的还有几大问题，这个有没有违法？这有没有官商勾结？你这有没有实际上涉及刑罚，涉及所谓法令上的所有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刚才我强调的纯粹只有生态的基本能力，普通的曲线是成长的四个嘛曲线，成长是有限的。国家终极的目标是定在终极理想是到哪里，接着所谓政策的调试是调整在上下震荡可以承受的冲击有多大，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上个礼拜我还跟一位以前的部长一谈，他也蛮感慨，他们竟然没有什么样这些观念，他们竟然不知道台湾的全球的所有的生态的终极原理跟经济原理跟政治原理其实是一致的。我只补充到这里，我期待新生一代起码很多既有够水准的水平，而不是一直掉落在这些执政者到处放火，放下一小点让你在那里慢慢收，你集结再大的能力去贡献都不好啊，这边烧一点他放一点，那他跟你家底下的话跑那边，根本上基本上全民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如何，过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创造什么样的国家，还是有什么样的国家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民，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事实上过去台湾啊，如果按照正常当然是有什么人民产生什么国家嘛，还得到说，可是在台湾恰好相反，有什么政权就塑造什么样的台湾人民。吃国民党年水吃几十年六十年大家都也是变异型的那些，到了时候了，刚昨天上课讲的路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啊？如能转念何惜我大慈大悲啊，台湾人民最需要的所有本质都有了，但是自觉性的部分不够，知识的层次的部分还在加强，格局的部分尤其需要等待大家一起来这个扩充。谢谢大家。刚刚我们谈的